我想大家老一辈已经真怨叹，四五十年前啊，基隆市的繁荣、基隆市的进步是全台湾啊五大都市，在台湾排做前几名。但是经过这几十年啊，台湾的关市的这个评比啊，基隆永远都是倒数啊前三名，啊，成做失业率上悬、市民公平感上无、快乐感上无，啊，这个离婚率、自杀率、中错率拢上悬的所在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长期以来，国民党执政，用拄只咱王国委员所讲的，无良的这款市场来领导家人的市政，所以今仔日家人啊，咱的台风灾是安尼。所以咱是毋是大家拢真付出、真怨叹？是毋是透过这场选举，将家人给变起来，好无？家人市民啊，一定爱把握这场选票，咱来改变，咱是台湾三顶的关系。沙顶市民这款的地位，咱由林永清来带领咱家人，咱来脱胎换骨，咱变作全台湾第一顶的官市，第一顶的市民，大家好无？做一个健康闪闪的家人囡仔。